奔奔哦，喂！你一层，走佢，走佢！哇！食餐饭都咁激动。在廟街一間食肆對開的帳篷位置，多名男女扭作一團，雙方互相拉扯，有人連同接台和膠凳被推倒在地上，餐具亦散落一地，情況非常混亂。警方就說，在星期日9時37分接報，在廟街22號對開，有6個人懷疑醉酒鬧事，警員到場後現場平靜，在附近進行兜截亦未有發現，案件列作糾紛及發現醉酒人士處理。